小伙子来自吉林长春，他呢是做啥事儿都喜欢自己做主，所以呢希望姑娘能听他的。来，接下来掌声有请小伙出场。全程热烈。东北爷们儿就是棒，要么有么叫样都样，心胸宽广豪气万丈，勇敢一旦下骨柔肠，他们东北爷们儿贼拉拉的强，甭管多少火海都敢为你闯，要是稀罕我你就骂流痛快的，全军的练舞台我在等你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徐伟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我的爱情宣言句，性格开朗不生气，找个老婆谈天地，唠起嗑来嘎嘎地。好，再来看一下灭掉九号王唱的灯哈。男嘉宾为什么灭我灯啊？我感觉吧，我你太高了，我身高不咋高，完了之后咱俩在一起不太合适。嗯，行，这个理由我接受。啊，来，这边是八号可心拿到了缘分天使啊，想说点什么？我想问一下男嘉宾，为什么把缘分天使给我？是因为我矮吗？绝对不是，我敢说绝对不是，是因为我感觉第一眼瞅的印象还挺好，然后想再继续了解了解，觉得你长相挺甜美的，挺好看。啊，你看这女孩的分析是吧？你回答的还是很完美的啊。